现年24岁嘅甜心男神魏俊申，因为2年前参加 ViuTV 嘅真人 show《调教你男友》而被发掘入行，更加凭住高大靓仔，瞬间吸纳大批粉丝，而且深受广告商嘅欢迎，可谓名利双收，成为近期娱乐圈嘅奇葩。事实上，魏俊申自细系肥仔一名，体重高峰时超过200磅。佢最后的起心肝，仲以极端嘅方法成功歼灭60磅肥膏，男神地位的确得来不易啊！佢喺咩飞剧集《Ice Cream》就落力操到一身爆肌，身形同演技同样亮眼。身为经理人兼女友嘅陈子欣，不惜全天候监控，去到边都跟到实。日前出席商演之后，佢哋赶到观塘开工，等待一切工作完成之后，他们才可以享受二人世界。一对情侣移师到尖沙咀海港城拍拖，两人如同大众情侣一样依偎住一起揀眼镜，毫不温馨。不过因为魏俊申的人气太劲，轻易地就被粉丝捕获，美好时光即时遭到打扰。不过他都十分亲民，任影不嬲，还友善地跟粉丝交流。